大学学测昨天落幕，升学专家分析，因为今年数学比较简单，预估一般科系申请入学的门槛将比去年提高一级分。龙头的台大和阳明大学医学系仍然需要满级分75级分才有机会，成大、清大、交大至少需要达66级分。由于少子化可能引爆大学整并与退场潮，不少国立大学也在整并的行列中。专家就提醒考生要慎选校系。